现在问你们一个问题，你还有多少浮士币？想必每个人都有很多，已经很久没有出过浮士币套装，所以浮士币只会越来越多。但是我听说要上线浮士币套装，大家一定要存多一点浮士币，要不然你就买不起。这些视频是一位小伙伴发的，在里面说有很多浮士币套装上线，下面先来看一下投稿视频。哦，对了，你是关注不了我的，因为我设置了只有战神玩家才能关注我，不信你可以试一下。重磅消息，浮士币一定要留着，即将上线五款浮士币套装，最后一款你绝对想不到。第一款雪山精英600浮士币获得，第二款红红火火800浮士币获得，第三款白糯汤圆600浮士币获得，第四款动感兔司机1200浮士币获得，第五款星河浪客2400浮士币获得。重磅消息，12月一定不能错过的五款浮士币套装，第一款观沧海，第二款白糯汤圆，第三款厨神，第四款锦绣锦鲤，第五款拥抱永远。看完之后是不是非常激动？现在去商城看一下，可以看到都是以前的，并没有上线浮士币套装，在活动里面也没有消息，所以什么时候才能上线新版浮士币套装？想必不用多久了，在这两个月肯定会上线。